新疆呢，我刚才讲了，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发生暴力恐怖案件事件，宗教极端主义渗透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，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，各民族平等团结，宗教和睦和谐和顺，人民生活安定祥和，而且呢，各族人民群众普遍支持，许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新疆今天的稳定的大局来之不易，所以对社会稳定的满意度大幅度的提升。我们希望这种大好形势继续延续下去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